柯展玉，柯展玉是还是你爸爸的凶手？柯展玉，你等三年凶手，你跟出来，我下个节交代。我有事啊，把你爸爸的死放在一边，只剩头家，真正就过头。经纪人，沈梦玲吗？经纪人，沈梦玲吗？你根本就是超过被他帝王啊！多谢三年，你到底是到何止？要杀父凶手做会。这就是孙健性格，其实有。